十几个人呢。哎，虎哥，你知道咋？你知道咋让张德先射死不？在当着他的。我们这边的人呢？在那边，幼儿园那边。我房后有个人。打我对面吗？我操！还有没啊？这边没了，你们那边了，杀了。残了，牛逼！我感觉我幼儿园这里有多好。也没讲呢，哎，打头了，上楼，他在埋我，啊，就他一个，啥意思吗？啊！这么高的延迟吗？我400延迟，这波。他是不是藏人啊？他给他盾藏起来了。啊！没啥，哎，去你！截图自信。也就那样吧。也就那样吧。那也就那样吧，你为什么不还？哎呦！哎呀，他妈的，我不该漏的。就这个，我就说这个人很猛。我们碰到他两把，举报他一下。